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许多新的同学，我们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修学，华严正好讲到十住品，是我们联想到真言宗里面有说十住心，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一段的重要的开示略略的说一说，作为我们修学的基础。这一段的内容出自于《大日经》以及《大日经》的疏文，重要的意义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出不了十法界，那就是十种心我们也曾经讲过多次，但是没有依大日经的说法我们通常是依大乘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成佛是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圆觉是因缘心，声闻是四谛心，天道是上品是善，人道是中品是善，修罗是下品是善。恶鬼是贪心，畜生是愚痴，地狱是嗔恚心，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实在讲呢，也足够给我们警惕了。《大日经疏》里面说得非常好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第一个叫一生抵阳心。简单的解释，凡夫之欲，心住爱欲，辟之地阳。凡夫是指六道，六道众生愚痴心住在哪里呢？真的住在爱欲这个爱字
里面包括了贪嗔痴慢疑，那个欲呢，包括了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这是完全讲的六道，出不了三界啊。那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今天学佛了，能用这个心吗？我们的起心动念有没有住在爱欲上？要常常认真去反省。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依旧是有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疑是疑惑，最重要的是对佛菩萨怀疑，对圣教怀疑，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也怀疑。对我们的修学怀疑，对我们的老师怀疑，那你就一无所成了啊。或者有人要问，我对圣教不怀疑，对佛菩萨不怀疑，我对老师怀疑，我对老师的教学怀疑，这种人很多啊。能不能成就呢？不能成就啊。那如果我跟错了老师呢？这确实是问题了啊。所以跟一个老师要小心去选择应该在30，就是成年了，有选择的能力了啊。选择什么？多亲近，多观察啊。古人有许多经验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比如我们学佛在佛门里面，许多的些大德对这个老师赞叹，当然也有回报。那我们细心观察，赞叹的，看看老师有没有啊，有没有具备这些德行啊。回报的，我们也细心观察老师有没有。真正选择老师，那要听善导大师的话啊，不是，是清凉大师。在四十华严文殊菩萨教导善财去参学，应该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态度？说得好，啊，这一位善知识，他讲的是正法，他行为上可能有问题，这是好老师。你天台智者大师都说，智者大师
这很多人晓得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智者说能说不能行，但是他说的是正法，一点都没说错。依照经论说，依照古大德的著述说，一点都没说错。他没做到，这个人过之思也，我们跟他学就没错啊。那他讲的好啊，讲到了，他没做到啊。那个没有做到，不是完全没做到啊，做的不够啊。完全没有做到，他讲不出来啊。啊，讲到十分，他只做到七分，过之思也，过思啊。如果能说又能行呢？这过之宝也，那是过宝啊。这个话说的多好。老师是过师，学生将来做过宝，这就是中国谚语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老师学生的成就啊，超过老师啊，好老师好学生。如果说看到老师有缺点，对老师信心丧失了，老师没吃亏呀，吃亏是我们自己啊。我告诉同学们，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啊，不过还算有一点智慧，也有一点定力啊。我亲近方东美先生，当代大哲学家，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啊，什么朋友呢？同乡，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啊，对于桐城方家很清楚啊，啊，对方先生很多不善的批评啊。可是我知道方老师是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很受别人尊重的人，你怎么样回报他，我没有放在心上。尤其是中国古人有一句格言说，四别三日刮目相看呢。方先生在家里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啊，啊，他长我一辈呀，是我父亲那一辈呀，哎，他年轻时候在家乡做的事情那我不晓得，你们说的我不会相信啊。在台湾我亲见的，那是我亲眼所见的，那个他们没有见到啊，啊，他们只知道他童年在家乡啊有一些不善的行为，但是中年以后在国外求学借这个教学当中啊，那这个时间他没有接触到啊。啊，那我要去采信他的，我这一生呢完全改变啊，不会走进佛门啊。所以这个要用智慧去观察啊，你也回报这个人，你认识这个人多久，你有没有跟他接触过，你对他了解多少，再问问你说话的用意是所在啊，总得辨别清楚啊。第二位我亲近的，这是学佛了啊，亲近
张家大师啊，确实连出家人老和尚都还有批评他啊，谈到张家摇头，他是正直和尚，哎，大概张家大师也很清楚啊，他也有耳闻。哎，我亲近的时候，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啊，确实，那国民党常常找他了。哎，他告诉我，这是不得已呀。啊，我们亲近他，在细心观察他，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啊，为什么呢？你看，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我们看到佛经上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我们读这两句经文呢，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哎，张家大师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们今天一般人讲效率，讲快速，他不是，他是非常缓慢啊，走路行动慢，说话慢，没有一样事情不慢，在慢的当中才显示出中国传统教学里面的稳重这个要学习。现在的年轻人心浮气躁，如何能够学像张家那样啊，行住坐如如不动啊？是我们想到了年轻的时候读曾国藩先生的家书家训啊，大部分的篇幅都教他的子侄啊，教他的晚辈要学慢，要学稳重啊，没有急躁的，急躁不识大才呀，啊，急躁成不了大事啊。啊，大事让他办，最后是失败啊。啊，为什么呢？定生慧。啊，现在人没有慧，他没有定。啊，他有知识，他没有智慧。啊，这个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第三位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批评他的人更多了，哎呦，教内教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台中讲经说法，而且讲了到他往生了，讲了38年，38年没有中断呢，啊，一个星期两次。啊，那嫉妒障碍太多啊！啊，佛门称他为四宝啊！啊，我跟他学，我也受了很大影响。啊，学成之后，寺庙里不能住啊！啊，就是他是四宝的学生。啊，留你吃一餐饭算是客气了。想去挂个单，大家摇头拒绝啊，逼得我走投无路啊。那个时候到最后只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放弃讲经啊，到寺庙去跟他们一样去学经参佛事啊，这个每个寺庙欢迎
啊，就是讲经，我们这里不需要你，痛苦啊。另外一个条件选择就是还俗。啊，我面临到这种关头，遇到了韩英馆长，啊，他是我的听众，啊，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他，他是东北人，讲义气，啊，去一家人的支持，啊，他说法师，你的经要一直讲下去，不能中断，啊，他说你到我家里来住，啊，我们租房子来讲，啊，借地方来讲，啊，所以前面这个十几年，将近二十年，啊，都是他天天去张罗，啊，向朋友借办公室，啊，晚上不上班吗？办公室开放给我们讲解，啊，租地方，啊，有人这个房子出租，啊，所以我们常常搬家了，啊，但是讲经没中断，啊，我记得我讲经到二十年，才有华藏视听图书馆，啊，这个图书馆怎么来的呢？啊，是我们借佛教会，啊，租，不是借，租的。啊，诸佛教会的大讲堂讲经，啊，讲了大概有一年多，佛教会不借了，啊，我们说价钱提高也不借，这些听众啊，这一发脾气，我们讲堂成功了，不借算了，我们大家凑钱买一个讲堂。这样就买了景美这个图书馆这个场所，啊，所以你就晓得多么不容易啊！啊，我求法的时候向老师啊磕头顶礼求法，李老师告诉我，你们家来要传法，你要向学生磕头顶礼，学生还未必接受你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国际上弘法的艰难，老师几十年前就说到了，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啊，现在修学的环境比我那个时候，也就是五十年以前困难多了。啊，你们同学要想成就，那是无与伦比的福报啊，这个要知道珍惜啊。我有没有资格教你们呢？给诸位说，我没有资格。啊，所以我一生在讲台上讲经，不敢自己称老师。啊，我称什么呢？我是学生。老师在哪里呢？坐在台下的人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我每一天在台上啊，向我的老师、向我的见学啊来做我的学习报告，我都是这个心态，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呢。啊，那我们的老师是谁呢？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是毗卢遮那佛，啊，我是他们的学生，
你也是他们的学生，我们是同学啊，我比你们年长，早学几年啊，我是你们的学长啊，我把我修学的经验心得呢提供给你们做参考啊，这是我一生啊讲学教学的态度，诸位要知道啊，谁能做我们的老师呢？做老师得要开悟的人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共同来学习，啊，最重要的呢是要补习，啊，补缺。我们缺陷的是什么？我们缺陷的是个善心。啊，所以这个头一个讲啊，一生抵阳性啊，这就是凡夫性啊。啊，那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我们要改，啊，不能有贪嗔痴慢啊。这个我讲了至少有十几二十年了。啊，从前在美国就常常讲了。啊，我们真正要学道，希望这层成就，自私自利的心要放下，绝对不能有；名闻利养的心不能有；贪爱五欲六尘的心不能有；贪嗔痴慢的心不能有。这是最低的条件。如果有这种心，这一生无论怎么样清净精进啊，啊，即使诸佛菩萨来指导你，你也入不了佛门。啊，所以同学今天到此地来参学，我们有缘一同来学习。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如果这十六个字放不下，啊，那么在此地呢，旁听可以了，啊，也是算有缘分的，啊，真正学学不到东西，啊，记住，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啊，这是我们入道的最大的障碍，啊，第一重障碍，啊，我们要把它突破。那么这个不能突破的话呢，来世堕三途的机会最多。得人天的机会就很渺茫，不能不知道啊。第二种，他说是欲同持斋心啊，这是比喻凡夫信世间因果之道理，知持斋之为善而行之也，不容易啊！现在在这个世间，你想想看，有几个人能做到？啊，这就讲什么？相信因果啊，知道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他懂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他断恶修善啊。比如他这举一个例子啊，比如吃斋
啊，痴呆者不果忠实之法，以知为善道也。啊，斋不是讲吃素，啊，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啊，斋是过中不食，叫做斋，跟素食是两桩事情。啊，在古时候啊，特别是在印度，我们晓得世尊当年在世啊，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托钵。托钵呢，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选择的。啊，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啊，还是托钵，啊，所以他们没有吃素，这个要懂得，他们吃斋，过中不食，一般呢，大概11:30之前吃饭，11:30之后他们都不吃了。一定到第二天，在热衷一时，那以这个为例子，啊，他依教修行，啊，在家居士也可以持斋，啊，在家居士不是每一天。所以6斋日、10斋日，啊，那么当然素食是更好啊。素食只有在中国，全世界的佛教都没有吃素的，啊，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啊，是中国佛教，啊，真有它的好处，啊，梁武帝这个功德很大，啊，就提倡素食。提倡素食是他老人家读经啊，《楞伽经》上佛说：“菩萨慈悲，不忍心吃众生肉。”啊，梁武帝很受感动，他自己就把肉食断掉了。所以他吃素，啊，素食，啊，那么他吃素呢？他是佛门的大护法，所以佛教啊，许多这些高僧大德都响应，啊，于是素食的运动就推广了，啊，到现在实在讲是出家人。中国出家人几乎全都吃素，啊，在家居士吃素的也不少，啊，素食确实是好，不给众生结怨仇了，啊，所以素食跟吃斋是两回事情，啊，这个我们不能混为一谈，啊，这一点佛学常识必须要搞清楚。大日经里面有一段话说，啊，大日经一就是第一卷，啊，说欲同凡夫类，有抵扬，或有时一法相生，所谓痴呆，啊，彼是为此少分呢，发起欢喜，速速休息。是粗种子善业发生，这几句话说得好，啊，那么诸位要知道这个经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印度人没有素食，啊，所以想吃斋，啊，这是完全讲吃斋的功德，啊，那么素食再能吃斋，那个功德就更殊胜，啊，这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古人教导我们，我们老人父母，啊，以前也教导我们，饮食呢
早晨吃得好，那营养要丰富，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啊，晚上能不食的话，能这个不食的话，当然是好事情。为什么呢？你爱惜你自己，怎么爱惜呢？你这个饮食多的时候，需要肠胃去消化了。如果晚上在饱食的时候，肠胃白天工作，到夜里还不能休息，这叫糟蹋自己，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啊，所以晚上吃的少呢，让肠胃呀、啊。这个减轻他的工作量啊，你才能得健康长寿啊。啊，饿一点呢是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对身体健康啊有一定的好处。啊，这个要懂得啊，所以爱惜身体的人的时候，晚上吃得少。在佛门里面，我们刚出家的时候，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说，这个都是古大德传的，说比丘啊，常带三分病啊，是什么病呢？饿病啊，也就是比丘出家人永远没有吃饱的时候啊，是在这个没有吃饱的时候，就是晚上吃的少。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一般人晚上都吃的很多，或者晚上还要吃宵夜的，那是最糟糕的事情。啊，养生之道，啊，古人很有研究。啊，印度这些大德了，那完全通达明了。啊，所以晚上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就点心点心，啊，让它不饿就可以了，绝不能吃得很饱，啊。那么他们吃斋，啊，所以这个想到这桩事情，能生欢喜心呢，去照做，啊，这个是善业种子发生了。啊，这是复以此为因呢，于六斋日，啊，施于父母男女亲戚，是第二雅僧。你看他自己学习呢，他是种子善根种子发心，哎，他能影响他家里，啊，家里人做不到啊，哎，一个月六天嘛。那差不多一个星期才一天嘛，啊，晚上你一天不食嘛，那都是好事情。它影响他的家亲，啊，这个就是他的善行啊，拓展了，啊，影响到家庭了，啊，再看底下说复以此事。欢喜授予非亲戚者，是第三宝种。你看前面这个呢，哎，发芽，哎，这个地方啊有了宝种了，啊，这个善行呢，善行要推广，啊，要影响社会，啊，你看不是亲戚啊，也能够影响到了。复以此德了，于气量高者，这第四种啊，生叶子了，像只用植物来比喻，哎，它这个叶子生了。复以此事，欢喜授予祭药人等，祭献遵许，是第五孵化，这开花。那么从善根发生，能推广到影响到
社会大众这个都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四种慈悲啊，爱缘慈啊，最后一种是复以此施啊，发亲爱心供养之，是第六成果。这一条呢，就是《弟子规》上讲的，凡是人皆须爱，这是众生缘慈啊，我们的善心善行一定要推广，一定要有影响到家庭，影响到亲朋好友，影响到邻里乡党，影响到社会大众，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啊，在在处处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啊，啊，这举一样的善心。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修六度啊，布施，布施是放下了。是把自己的悭贪心舍掉啊，不舍掉啊，啊，对于明文利养、财色名食之睡，真正能够放得下，认真去做，诚心诚意去做，不要劝别人。自自然然呢，周边的人会受你的感染啊，这个话呢在从前感染比较容易，在现在呢感染比较难，我们做得更好，时间做得更长啊，在从前一两个星期会受感染，现在呀，恐怕要半年一年啊，所以难度比从前多了啊，你比如学弟子规啊，汤池中心这个氛围也做起来了，所以它感染的力量啊很大啊，这个氛围的感染很大，如果在其他地方老师就教学啊，要费呀三个月的时间，大概在汤池的时候啊，五天的时间，那个效果就能看到。啊，为什么呢？老师一个人感染的力量小，啊，整个学校、整个乡镇，那这个感染力量大。啊，就像古人所讲的，哎呀，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氛围大。那我们这个小道场，啊，这个道场不大。我们首先呢，要我们自己道场去做。啊，我们能在此地推行。六度四无量行，这是佛法的啊，儒家的呢我们必须要做，为什么？那是我们戒律的基础，我们现在没学小乘，必须用儒跟道啊来帮助啊，儒的五伦八德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一定要学习啊！道德感应篇完全讲因果教育啊，这样子我们的十善业道就能落实了。十善业道落实之后啊，这三规五戒沙弥律仪就不难了啊！我们这个小道场每个人都能做到啊，出家人都能够落实沙弥律仪，在家的同学都能够落实十善业道啊，三规五戒，这个道场的氛围就好了啊。那到这个地方来参学呢，就方便多了。在别的地方学一年学不到啊，到这来住一个月啊，就能抵得在别的地方学一年啊。这要靠我们同学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啊。那么这些讲的全都是世间法，你看四种慈悲才讲到众生缘慈悲，啊，第三条叫因同无微心，啊，这个又提升了，哎，他修是善心，求天道果之助性也，啊，前面持六斋啊，还是求人间福报啊！啊，修十善业，上品十善业了，是求生天呐！啊，天上之果报虽甚，然彼之福果，则为劣蒙啊！啊，劣是差一等啊，蒙是模糊不清楚啊，故曰因同。啊，而离三途之苦难呢，故曰无畏。啊，为什么说到无畏呢？前面两个还会堕三恶道，修上品十善呢，绝不堕恶道了。啊，纵然不能升天呢，来生一定还在人道，不是人生。啊，所以十善业是人天法了啊，远离贪嗔痴啊，贪嗔痴是恶鬼出生地狱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那么上面讲的这个三条都不出世间啊，不出六道轮回，往下去那就是出世间了啊。所以我们的用心搞清楚之后，我们起心动念将来走到哪一道，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四个是唯运无我心，运是无运啊，无运是色受想行识啊。色在我们人生来讲，我们的肉体是色法，我们的精神是受想行识，受是感受啊，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我们有受，凡夫有受啊，佛没有受。那阿罗汉以上的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阿罗汉无我，他不认为这个身是我啊，
身是什么东西？受，色受想行识，五蕴组合的一个色相啊，不把色相当作我啊。那这色相是什么呢？色相是我所有，不是我。这个高一级了。啊，我在哪里？色里头找不到我。受想行识里头也找不到我。啊，确实。我们用个比喻说吧，啊，比如说，现在驾车人很多，同学当中啊有很多都会驾车，我听说技术都很不错。你驾在车上，车是不是你呢？你的车不是我，啊，我是驾车的人。我随时可以离开车，车不是我。唯愿无我呢，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个身体像车，啊，我住在这个车上，这个车是我使用的。我离开这个车的时候，这个车不是我，所以他才能出生死啊。这了生死出三界呀！啊，我们凡夫最大的一个观念呢，就把身看作我，亏吃大了啊！所以《金刚经》上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我们在初学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总以为这是菩萨的境界。啊，以后看看古大德的注解，才晓得须陀洹就放下了。啊，这《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粗心大意呀，没看出来呀。经上讲的明明讲得很清楚，须陀洹啊，他已经不做须陀洹的念头。如果他就有做须陀洹的念头，世尊就不称他为须陀洹了。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好。那为什么着相了吗？你怎么还着了我相啊？啊，须陀洹就不着我相。须陀洹是粗口啊。啊，在华严经里面呢，粗性味的菩萨，啊，这是我们知道粗性味的菩萨，就不着我相了。那我们现在还有我，所以我讲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五欲六尘，还有贪嗔痴慢，你永远入不了粗性。在小乘呢，永远入不了粗口，那你就永远在门外呀。啊，大乘这个华严经粗性位的菩萨，等于是华严小学一年级，你就入不去啊，你有我入不去啊。啊，什么时候唯愿无我的时候呢，你才能入小学一年级。啊，所以他了，这是入声闻尘，修四谛观法，了悟唯有无蕴之法，而无人我实体之诸性也。他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确确实实没有。但是什么呢？法有，无蕴之法有。人我没有，啊，法有啊，我无啊，哪来？
来的我。啊，这就出世间了。啊，只要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什么时候你就没有我了，你就超越六道了。啊，第五，八业因种性，啊，这更高了，这是圆觉。啊，圆觉之住性也。一，善恶之二业。因呢，十二因缘；种呢，是讲的无明。啊，种有无明，无明为一切烦恼之根本，故云种。啊，无明是什么？我们现在一般讲糊涂啊。你对于诸法实相啊，是一无所知啊。啊，明是明了。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通达明了。这叫明心见性。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是一无所知，叫无明。啊，所以无明就是迷惑。啊，也就是俗称说糊涂。啊，明白了事实真相之后啊，他一定把他的业、因、种拔除掉。啊，所以他就会呢，即拔除惑。啊，你看惑业苦啊。或是无明，啊，业是造作，啊，苦就是轮回，十二因缘呢就是轮回，啊，轮回的这个因缘，啊，那么拔除惑，拔不掉的，苦也拔不掉的，真正能下手的呢，就在业。